Hello YouTube，大家好，我是金顺，欢迎大 Hello。家来看我跟安妮。哎，我这样打你的话，你会不会受伤？不会。很好。我安妮变男人了。好，变性了。所以啊，我跟安妮一起玩这一个绿色地多人的模式，哎。要一起在这张地图生存下来。不时的要想注意一说，下旁边有没有什么，因为有时候有蛇啦，蛇还好，它是在原地的。那若是有美洲狮、美洲豹，哎呦，去去，它是移动的哦。而且速度应该很快吧？而且这按 F 可以看你的手表，看你的那些水分呐、脂肪呐、那些，你都好，要来摄取，少一个都不可以啊。就是好，先把树枝啊、藤蔓啊剪一剪，因为我们还要去找石头。这里的坚果，一人一粒，来，这里，坚果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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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按 tap，你可以直接开到你的背包，然后你就可以按，对，按 tap，然后每个东西你一次过后，它就会告诉你次过后会给你什么效果。但是你还没有吃过啊！这里有两个坚果，一人一粒。来，那边，右边，我前面。我不要看它，等下捡不到。OK，你去坚果那一边，你吃掉一个。然后另外一粒，它就开始显示，你吃的过后，它会给你油脂15。油脂就是绿色那一个，那黄色那一个就很简单了，香蕉。香蕉，香蕉。banana。红色那一个是肉类。吧，肉可类。以。然后水就不用多讲了。哦，行行，走，找栖息地。基本东蚊西子，捡蚊捡。子，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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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啊？什么？蚊子的声音。是吗？鸟声音啊，我听到。我刚过去有蚊子。呵呵，呦呦，有时候有那些动物尸体哦，你一经过的时候哦，它是有那些虫啊、苍蝇的声音。哎呦，太现实了，太实。而且你受伤哦，或者是高空掉下来啊，它有很明显的摔伤，跟什么你要去找药草来包扎伤口。好。这些菇也是可以拿的。啊，最主要这个菇哦，如果这个菇的药效是，如果你喝肮脏的水，你会就是会有寄生虫在你的肚子。你吃这个可以清掉那些寄生虫，排虫药，然后这个蓝色的是可以给你增加能量啊，当然它也是可以增加那个黄色的地方。你拿了两个，你吃掉一个你就知道，现在没加那有个药碳草。水化合物。然后这种大树有时候哦，它的那个缝隙会看到巴西坚果，有时候会有，那有时候就没有。然后这个南美卡皮木藤蔓呐，
是拿来喝那个魔汤的。嗯，那个故事剧情有需要到啊，但是生存游戏我就不知道，应该没有很需要啊，我觉得啦。听到声音，而且。那小心点哦，哎，那边有水果，橘个橘个，水果 fruit，水果可以补充很多东西，它同时也可以补充水分。啊，金啾金啾金啾！哦，这个昂昂，阿不是嘞。可以吃的，不用等它黄色啊，这个只是游戏而已。哦，是啊。这是香蕉树来的，在我们马来西亚是很常见到的，而且我们的椰浆饭很多很多马来种族就是马来同胞就是拿来包椰浆饭的。哦，它那个香蕉叶啊，拿来包椰浆饭，很香哦。常常会用香蕉叶垫着啊，放食物。对，放食物，它把它放上去，或者是它煮的时候有放一片下去，然后再加哦，板蓝叶啊，会超级香哦。对，嘟嘟嘟嘟嗨，嘟嘟嘟嘟嘟，啊，这个不可以拿，有毒啦。不要拿呀！有毒会刺的，落腮。好像还没看到石头哎。对。哎，这里有个据点，这据点我们就是进来搜刮东西用的。不能住这啊！这里还有监牢。把我出去！哈哈，哦，这里有木炭、萤火架，我就拿了。好，这里洋芋片给你啊，木炭拿走可以吧？可以，有时候有戏，而且有时候在很机智的情况之下，哎，野人。哇！受伤了，我受伤了，我要找药草。它的毛，你要吗？它毛很好用的，很绿哦。给你防哎，身拿不吧。起，拿不起。我看字你拿不到。哎，好，这个我好。去找药草，我去找药草。里面我记得有把这个地图先拿先。我记得里面有一把骨刀，我要去拿药草，我要包扎伤口。找到石头。我先要包扎伤口比较重要，药草。好好，我采收，我采收。你有受伤吗？你看你的左下角有没有个放大镜？没有。没有啊，那就只有我受伤而已。我找一下药草啊，我记他得一附直近扁有。你。那我这边搜刮一下。啊，找到了，看这个，有黄色花，那个，采收啊。我现在要用什么？嗯、你手上拿呢？啊，我那个是骨刀的，用骨头做。哎，这个我看一下啊，制作。哦，绷带，叶子绷带。都做绷带了。那边还有可。你做住预防万一，哎，这边还有可，这边黄色花，哎，我怎么弄？你用你那把矛应该也是可以啊。你有石头吗？石头，刚有捡对，到我石头刚刚有捡一个，对，啊。啊，你把两颗石头合起来变成石刀，那就可以采收这个东西了，啊，比较方便采收。
我要爆炸三国先。好，十三好。看来我还有哎、欸。看来我受伤蛮重的，不止一个伤口。哦。哦，还有脚都有、哦。一下就用了两个那个绷带。哎，这个草不是这样用的。不是不是不是。当然，有些好像这种比较特殊用的，这个我一般有时候就是拿来采收了过后做就起火用了。好，没了。我拿来采收，一般是拿来采收。然后它就会变成起火用的那个纤维，那还有坏。啊，那个变了变了变了，有毒的，好恶，丢掉丢掉。啊 ，coconut， coconut， 来，好丢掉丢掉。这里有椰子，椰子。船用草叶要留吗？啊，留做绷带，你要制作。滑鼠右键制作。哦。然后就变成绷带，把它全做成绷带，然后就给叠在一起。但是有一个泵是放六个还是七个吧？哦。但一个做。啊，一个个做。啊，还好我只有三个。你的背包负重啊，你不给大量的做啊，哎 ，coconut， 用你的毛刺它，或者是用这个也是可以打，刺准点。OK，、啊、然后你可以喝它是水，然后采收。才说就会变成两半，变两半有果肉的，你可以拿来吃。现在可以不用吃先了。对啊，现在不用吃。哦，里面大砍刀也给你拿了吧？没关系啊，我有这个毛。哎，它不会坏吧？会。好吧，没关系啊，不然你没有武器。好吧，我拿咯。对，一人一个武器。那这里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零食啊，这个袋子可以开。牛肉干。嗯，然后这边也有个牛肉干，我拿喽。然后坚果我拿喽。哎，这里还有个袋子，哦，柳橙汁，拿。好，走。但是你要注意负重哦，如果是太重的话就不行哦。哎。这里其实不是很适合做生存的部分。好，那我们赶快走。啊、嗯，我想捡一下石头才走。好，快点。我记得这里有石头吧？我刚捡一颗，我刚在你这边捡一颗。嗯，其实这个是制毒厂来的，就是在故事模式里面它是。制毒的，坏的地方。嗯。然后野人的肉是可以吃的。哎，这边，这里。野人的肉是可以吃，但是吼。在下面，你在下面。但是一般上啊，我都不吃了。因为就是吃的野人肉啊。它会陷入一个非常非常的那种幻觉、啊、很严重幻觉。对啊，嗯，好吧，对，人都还是不要去上山。好像太阳要下山了。
等下苦力怕跟哭公要出来了。啊，对呀。对，你看啊，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啊，如果有石头哦，好像是暗狙，暗狙按住狙，然后瞄住那个椰子丢，哎掉了，耶，这个我的，哎 ，OK。那你那个可以先拿着，不要开，不是吗？我需要再开啊，如果你不可。拿多一颗预防万一，好像还有一颗。对。Yes。哇，天黑啊，天黑！你先把它敲一下，然后放到包包里嘛。等一下渴再喝啊！你刚才喝，现在可以装水了，可以装水了。呼、哦，我好累了，进里面装水一下。喇叭花应该可以拿吧？拿、啊、喇叭花？对，那个是叫什么名字？应该不叫喇叭花吧？喇叭花，牵牛花。我好像没用过喇叭花的。啊？你那个空椰子哦，你可以按背包出来，然后从背包里面拉出来，然后放在这里，它就会装水。就厉害。没有，要吃过，要吃过了，吃过了，那果肉还在，要吃过了才可以装水。你可以放两个啊，它装的比较快啊。哎，它我吃掉，它怎么不见？它会在另外一个格，第二格吗？第三格，中间那个啊。它就不是食物了嘛。啊，然后你就可以喝哦。装越久，它的水就越多。然后这个是集水器，这边有个叶子的是集水器，它可以收集雨水。哇、哦，呵呵，你按两次一，它就把它收回去了。对啊，我要把它丢出来。那空罐子也可以装吗？空罐子不能。空罐子只能够就是有熔炉的时候可以来烧铁。哦，好。做一样东西，做多一个毛好，反正这里可树，小树可以砍，但是有点累了。那种闪电啊、体耐力啊，是要用睡觉。或者是吃蓝色菇才恢复，但是蓝色菇恢复不多。咦，还有只长树枝。那你？我刚拿的那个是烟草花，它有腐败时间呢。哦，烟草啊、哦。烟草好像是治疗蛇毒的吧？我好像记得。来，一人一只，做多一个一只毛出来后背。你要做石刀的，那你就来做一做这一个石毛吧。加更深。用刚刚的石刀了。对，石刀放下去，石刀可以再做啊。等下里面看到有石头，就分解一下才收。它树枝的，大的树枝的。哎，在你脚啊，脚下，长树枝啊。使用中是怎样？哦，我没有看，我看着它，你就不可以用了。制作是不是？啊，制作对。好好好，对。然后我把我刚刚的
手上那个石矛放上去。石刀。石刀嘿。哎，不行啊。加绳子。哦，绳子。好。太早起身了，早睡早起身体好。我记得这里附近有石头可以罐子拿。诶 ，OK， 记得这里有石头可以拿，再去找一下，做多一个石刀，然后我教你放在哪里。我有。你开背包啊，石刀哦，你可以放在它，你按物品栏啊，放武器那一栏不是有一二三四？对。然后四号右边有一个小格子，那边是放石刀啊。石刀哦。我需要了，我再去找看看。我剩下，我。我没有石头的，喂，有坚果拿。好、哦，突然看到坚果，捡一捡。哦，也口渴了。咦，这里石头，我面前。哦，哈哈，感谢了。刚好瞄到它，而且哎，什么亮亮？还好它还发亮啊。那我先做那个石刀出来先。水质。哦，水质，对，我都忘了看。啊，那放大镜。左手右手，看一看。用滑鼠右键拉一拉去，然后用滑鼠左键拉走水质就可以了。太黑看不到，没有看到水柱，应该没有吧？它只要放大镜还在，你的左下角的放大镜还在，就是有。没有，我没有了，我是刚帮你拿下来。哦，好，好像还没天亮的感觉。怎么太黑了吧？还要再睡啊？它不是睡一觉就会醒，对，睡一觉就会天亮。啊，老人家要分段睡啊，要起来上厕所。可以再睡的，只不过你要在特定时间按给他起来。但是单机版可以这样做了，多人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测试一下。来哦，黑到连床都看不到在哪。OK， 七点多，起来。行，还好，天亮了，我下雨了，装水，喝水一下再出发。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是在哪里哈？我们在制毒厂。那我的目标是那个河边北上。北上的河边，现在我们是在五十二十七这里，只要，对，朝北边走就可以了，我们向北出发，准备好了吗？来，走吧。哎，这里没得下，我要走这里啊。这一个是可以做盔甲的，这个动物，这个。万山甲。它是可以做盔甲，但是。大吧。这个。有空再教你啊，我们去找我们的据点先。然后这个
这个花也是有毒的，不明花朵。百合花也有毒。Yes。来。什么年代呀、啊？百合花有毒。然后这个有虫蛆，尸体一定有蛆，一般是拿来钓鱼用的。啊。然后有竹子，这里小心哦，不要乱跑哦，欧别跑的话、啊，等下哦，被蛇咬，我跟你讲哈、哦。诶，这个我收下、啊。OK， 走，北嘛。只要你听到有蛇的声音，你就要更慢的，更慢的确定。然后有土堆啊，你就要小心啊，蚂蚁窝来的。这个你说这个花不要拿是不是？啊？这个紫色的。紫色我拿来做纤维而已，一般上我只是拿来做纤维的。哎，不能用这个。用小把的吧。会比较好收。哎，可是小把的我就没办法放快捷键。你可以，你那个是放多余的小把的，那个是后背的。如果你有多的，你可以放在后背。一般上，我第一个是放小型武器，第二个跟第一就是二三四都是放大型的。你拿不起来，满了。背包满了，你要，我拿吧。我采收，这些对战采收，可以得到纤维。那我有足够纤维，有两个了，等下可以起火用。然后这里的水果可以直接吃了，没差。走，没关系，先走。等一下饿了再吃。蚊子。嗯。好多尸体哦。对啊。红色的花嘞，可以。那个是煮汤用的，那个故事剧情要用到，但我们一般上好像没用到。这是什么？嘟嘟，有点偏向了。咦，这个是车的痕迹吗？我看看啊，其实这张地图有很多那些就是跟故事剧情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去拿它的东西啊。嗯，来坚果一点一滴，对着它滑鼠右键的话可以直接拿一次。哇，这里有个湖啊，很漂亮耶。如果湖哦有鱼啊，可以用毛来把它刺上来，然后烤来吃。哦，小心不要跌下去，真的是会受伤的哦。好。我们会不会有点偏向？不知道啊，地图是你在看的。我看到有到那个车轮胎的轨道。会不会这里附近有一个废弃的车？找一下、哦。我稍微看一下。
只是不敢跑太快，因为怕等下被蛇咬，或者是……哦，对，还有蜜蜂，这里是有蜜蜂的。哎呦！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坐标是52、24。可以啊，可以了，我们继续走，没问题的。看一下这里啊，哦，可以看到海边的哎，海边呢？嘞。嗯，可以看到海边了。海边有一个很可爱的生物，凯门鳄，鳝鱼啊，凯门鳄。鳄鱼啊，对，海边为什么要鳄鱼？阿斋，这是亚马逊雨林啊。啊，先去找寄生鼠，不然到时候又那个，到时候又天黑。对，怕天黑了。看到海边基本上是成功啊，不过。52、23，差不多。沿着海边走比较快吧，不过要小心凯门鳄鱼。它跑不快，但是你被它咬到就是一招毙命。哦，吓到我什么东西？是自来的。杀这些动物都是有肉的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啊，肉是很重的东西的。好吧。它会，你把肉都拿杀一只啊，然后你把它的肉带在身上，你就负重了。没有办法减负重这种事吗？没有。之前我玩故事剧情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点点肉，那就负重了，然后就使劲的丢。要小心哦！来了，开门，开门。按滑鼠滚轮按住哦，就可以用瞄准的动作来丢这个矛。丢它一个矛丢下去，它会死吗？它？你看下就知道咯，我要瞄准它的头，它在水里面还没上来。不上来哦，这样打得到吧？有点冒险哦。我要试一下喽。乖哦，中了，从脑门穿过去。拜拜，我怕拿了就负重了。可以拿一点肉了，其实可以拿一点肉了。诶，它在水里面拿不到哦。鳄鱼肉，来采收。采不到。我们分，我在采收了，在采收，你不要吵。我已经负重，我分一些肉给你。然后哦，这里可以洗身体啊，你刚才身体肮脏的地方可以在这里洗。我有四片，来，丢两片给你。
肮脏啊，他洗到他右下角，左下角那个标志没有为止。什么标志？有个像水这样的东西的标志，然后还有号码。哦，右下角。左下角。你没有啊？我没有啊。你没有是我肮脏，因为我杀了那个鳄鱼。来走吧。对对对，有两个人可以分担一下负重，也蛮不错的。哎呀，找到据点，我们来夹鳄鱼肉。还没有开烤肉趴。嗯，对，忘掉。其实沿着这个走，差不多就很靠近了的。我觉得那一个点蛮适合做据点的。啊，好，赶快走，赶快走。而且还有鱼啊，你看有鱼，食物蛮充足的，可以吃鱼。鱼吃得够，它有鱼骨，鱼骨，马上就在那边捕。捕到了耶！哎，拿不起来。哦，背包满了，走吧。刚刚肉占位了。好，没关系，走走走。我看我拿得到吗？可以啊，我可以可以可以。我负重了。嗯，有些东西用一用吧。OK， 差不多 ，OK。沿着这条路走，喂，跳！看到吗？前面有个据点呢，那个据点就是我所说的比较好的。啊，好好。比较理想，因为它对面也有竹林，然后这里有树，各种东西，资源还蛮丰富的。它可以舀水来煮吗？可以，然后注意啊，这些青蛙毒，说箭毒蛙不能碰啊，踩到它没关系吧，不要打它就好，是不是？啊，你打死它可以，你不可以活活抓它，你抓它你马上中毒啊，分分钟会毙命。然后这个是过滤器，过滤器，这也可以拿那个水河水放在上面，然后下面放一个就是盛在的碗啊，或者是椰子壳啊，然后它就会装水，装水，它就会过滤啊，过滤还肮脏的水变成干净的水。然后这里应该啊，这里有木炭。木炭很多，等下拿到负重。然后啊，对，没错，这里有东西拿啊。哎，生锈的斧头要不要？哦，空罐。然后这里有个吊床，有两张床啊，刚刚好啊。吊床跟床垫。嗯。这里。哦，这里也是可以睡觉的，这个汽车后座。啊。然后，这个斧头拿了吗？拿了。然后前面这里哦，我记得还有把武器的。啊，这个刺鱼比较厉害了。四个叉就对了。嗯，这个我很少用了，你要你可以拿。不行，背包已满。放这啊，应该不会不见吧？不会啊，你就给它放着呗。其实也是还好啊。
用这个石矛，到时候我们有机会做铁矛更好。好。嗯。而这个包的东西给你吧，牛肉干。我用包包满了没？你可以吃一点东西啊，那些会过期的东西吃一下。可是我饱了呢。你看清楚。可以，坚果可以。黄色的是饱足感。现在我要想办法做一把起火的东西，好像有点忘了。烟草是解毒效果，就是你被蛇咬了，用烟草跟那个绷带一起合在一起，然后你就可以解毒。哦，烟草跟绷带，好。啊，没错。手摇钻、树枝或生火板、树枝或小树枝，OK，好。然后这些都是基本上的建设，基本的建设，OK，还可以种植哦。这个是我在故事模式里面是没有做的，它可以种植植物。哦，OK，制作，来，我教你做生火的东西。过来一下，你只要打开背包，去树枝那一边，来，在树枝那边安置住，然后再跟一根小树枝放在一起，就是树枝跟小树枝放在一起制作，它就会出现一个手摇钻，有。然后制作。接着下来就可以起火了，不对，下雨啊，不对呀、啊，不对，这里应该可以，起在这里，哎，没有做那个屋顶啊，那木炭要拿吗？还是放着就好？放这啊，哎，这边起不到火吗？哦，这边可以。这边，先暂时起着，然后放那些小树枝的，阿姨，你再用我用不到，你又看，你不给看呐、啊？没有啦，我是看旁边。你一看我就不能用了，就相当于我看的时候你就不能用的感觉一样。火炬需要火炬。然后按背包，你看我啊，我就使用那个手摇钻，体力希望够啊。然后把之前做的纤维放下去，它就会开始生火。还好够体力啊！哦耶！然后哦，开着背包，把你的那个人物，你开着背包，你人可以走了，去那个水那边装水。要开那个制作台，啊，制作台，那你就可以移动，去装水。一般上我是装水啊，用椰子管哦，椰子装水，然后你放我在，按着椰子哦，还是要先把它丢下去？丢下去水，然后再拿上来。
然后水滚了过后就可以放肉进去。拿上来，等一下，我把椰子丢到水里再拿上来，它也是有吗？你要树枝那边开制作，然后那个平台还在啊，那个有个石头的平台还在，对啊。你不要取消掉它，你就用滑鼠把你的椰子壳拿上来，放在那个平台上面，可以吗？我的椰子壳。对啊，那你就可以走动。滑鼠右键按住转，就可以换方那个你的人的方向。是我的椰子壳，前面，太暗了，你看不到。我帮你拿了，太黑了啦，哎呀，那我再用一次。你说把包啊？我帮你拿，你还不习惯。然后放在篝火旁边。你的碗在那边有水的，把一块肉放下去，开背包。肉好。哎，那我还有一个还可以放一个碗，是不是？对，那个是该我用的地方啦。哎，你会装啊？哎呀，我刚刚看怎么用。哦，好嘞。那也可以拿来当做喝水。一人两块肉嘛。那这个椰子，我这个还是要捡起来玩，对不对？对，捡起来。你收掉一个，我要把另外一块肉拿来烤，烤了过后就比较耐久一点。然后等下我把鱼肉分一分。好。然后你可以直接把肉放在那个篝火旁边，它就会在烧。在等的时候，我就把鱼给分，采收一下。然后，哎，这有一块肉，好吧，给你。我掉下去了，我刚掉下去。啊？我刚掉地上。捡上来啊！我真不想长。再烤啊。那这块鱼肉给你啊，你打的。我帮你分解了，鱼骨我收，然后哦对，还有鱼，骨头啊，骨头给你分两个，我好像汤，有什么都满了，等一下，你要整理一下你的东西，有些没有必要的东西就丢掉吧，直接需要7点多，可以，喂，睡醒有牛肉干拿。我拿，他会刷新啊，还有一些东西。哪有？我没有拿。我拿了。刚刚。哦，还以为你我会刷新切。因为我包包满了。哎，这里还有个糖果棒，给你啊，拿。不是那个罐，那个罐丢在一边。我看着你拿不到，抱歉。OK。罐子先丢在一边呀。啊。如果有要睡觉啊，这些可以沉水的丢在一边，给他装水，给他装水，睡醒就水喝。好，那么我跟安妮就会在这个据点做一个生存的部分哦。那会做一些房子出来，像这样子有点防卫性不是很高啊，根本没防卫，怎么洞那么大？好，那我会跟安妮一起在这里做一个生存的部分哦。哎，这个要拿。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这一个绿色第一多人的系列。对呀。若是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
按个喜欢给我们哦。是，拜拜。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